很简单，就是三个队长会分别进入那个宝可梦大草原里面，然后去有点像是追赶，有点像是牧羊吗？对，牧羊，但是这是要牧的不是羊，是牧我最爱的妙蛙种子。来，等一下就看到每个队长会带着很多妙蛙种子跑来跑去的。对，那等一下就要进入那个大草原了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啊，那个，这个是壮壮，我在玩皮卡丘，都已经玩起来了。那首先我们就先邀请闪电鸟队来进行第一轮的活动。来，我们刚刚投黄色预测箱的宾客们，我们帮他加油打气一下好吗？加油加油加油！闪电鸟队跟黄色的预测箱，现在要梦这个票啊，我帮你解的，叫他好可爱哦，我帮你解的。对，你要帮他解。好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找不到，找不到。看起来闪电鸟队长有点紧张。哈哈哈哈哈。讲一下，不讲，不讲。好，还有不讲，还有不讲。2605分。